家岛，健康生活，幸福海岛。我们的大本营基本上就定在这儿了，对吧？来吧，我们开始干吧。这个岛是我们的。越下越大，风雨实在太大了。鸡还活着，没变成飞机。我们怎么没有人说话？吃饭了，吃饭了。嗯，终于吃到肉了。鸡怎么还来喝我们的水啊？第一届龚家岛奥运会正式开始。都挺卖力，挺拼的。3.0海岛版嗨放自制剧，很专业的那种。他永远走在这个镜头里。再见，龚家岛。走了，说走就走，来够了。大小姐，不要抓鸡。我欺负鸡？他天天咬鸡，现在。大小姐，哎，去。哈哈，他自闭了。我第一次见到一只鸡这样。这个鸡真的 emo 了，就是鸵鸟效应嘛，他以为这样很安全。完了，这鸡整抑郁了，跳火坑了。就咱就是说啊，都呆疯了。呆疯了！啊，我的小鸡！啊，我的小鸡！走。今天什么来着？哎呀，7月8就是今天7月8，由我做这个 vlogger 来叫大家起床，洗漱完毕，整装待发。韩宇起床了 ？Yes, all right。早，凯哥。Yo。睡怎么样？哦，你是今天的吴老哥儿耶。那祝你今天一切顺利。怎么今天的口音都跑成了这个样子？小鬼，起床了。起床了。来看一下小鬼刚起床的样子。起床，刚起床就玩手机，很真实。嘉伦哥，周哥 ，Morning。今天的海风好舒服啊，你们可以出来感受一下。哎，贺爷怎么样了？对号。嘉伦哥，哎，你好，我是贺爷。哎，你好。然后我这边是作为咱们嗨放派实验季的试睡员，对你们的一些设施进行评价。好，忘了这还有个试睡员。贺爷，还好吗？哎。睡得好吗？没湿吗？嗯。还活着吗？还活得还挺好的，对。嗯，氧气够用。今天有没有想换一个帐篷的想法？有。所以你心仪哪个帐篷？都行，只要不是这个。他想再搭一个。你是不是厨艺这方面还不错？嗯，对，可以。哎呀，是不是？对。李锐，你这话的潜台词，我可是全清楚啊。朱哥，你不是说你想吃东北菜好几天了吗？啊，会做东北菜啊？我做的是融合菜，东北大乱炖，什么菜都有。美好的一天要从拆快递开始。哦，对。没有快递，我们今天可以拆快递了。没有快递的早晨是不完美的。拆快递，拆，弄它。今天有没有什么想拆到的？搞拉一个，拆这个，直接拆两把，拆，动手。
哎，我们现在拆的越来越果断了。哦，什么架子啊？筋膜刀、刮痧，送礼不如送健康。是刮痧那刀刀刮出正能量。这个太狠了，这很专业，这个、非常专业。这我都不知道怎么用、啊。这刮哪儿的？哪儿都刮，哪儿都行。刮双眼皮的，这、嗯。哇塞，这怎么？这太专业了，都没见过这个。整的跟那个汽车扳手一样。是。这是干嘛用的？不知道呀，就是这样的。哪儿不舒服刮哪里，是吗？对。哇，好爽！哇，这什么？油油油精油啊！你刮得上油啊，哦、不上油这个生刮很疼的。这个爽哎，就是刷点油，啊、刷点油，好像要烤了一样。猪肉，黄金六两。我们还可以再开一个。就这个吧，就这个，造开，造开，包的这么严实，哇，这什么？饭盒，饭盒，这不错，这也是极好的，干净哈，可以，饭盒是好用的。竟然有人给你们寄饭盒，哦，不是，这个是淘水的，洗菜的，淘米啊，淘米洗菜，那是米啊，绿豆吧，绿豆，是不是让我们种绿豆啊？哦，好像是哎，因为它底下还漏着呢。哦，它这个也是漏的，那还真就是，嗯，还有三天恐怕是种不出豆芽了。亲爱的高哥，有句话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，你是不是中国和意大利的混血啊？不然怎么长得像我的意中人呢？别嫌弃跟哥学的。另外，绿豆不仅可以清热解暑，还可以变成负重健身的道具，而且我还贴心的准备了桶，吃不完的还能发芽当个宠物养，也不错。最后，六位哥哥一定要都要注意安全，玩的开放的同时，我们等你们尽兴而归哦。高哥是谁？高哥是这儿了吗？高哥吗？那个糕点的糕。哦，糕点的糕。是，好吃啊。很多外号。什么糯米糕啊，绿豆糕啊，各种。哦，高瀚宇的高啊。这接得好，感谢。好，我们去看看公告牌，今天有没有什么主题任务，然后回来做饭吃饭。好喂。哦。大小姐呢？大修改。人都没了，第一场戏都不参与了。哥，你说以后每天起床就来到海边，会不会成为一个习惯？嗯，会想念起床后的在海边吹吹海风。对，我要是睁眼没有看到海，我都不开心了。我那海景房的位置